这个圣诞节大家有圣诞节的气氛，对吧？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，平安夜要吃平安果。圣诞节的话，必不可少就是圣诞树了。要在平安夜那天晚上，记得在家里放一棵大大的圣诞树，然后上面关上灯笼，还有铃铛，然后别忘了在自己的床旁边放一个袜子，这样的话，圣诞老人才会把礼物足够放在那些袜子里。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做个好梦，这样的话你才会获得更好的礼物。而且圣诞节那一天应该会下雪，所以说如果下雪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去看雪。哪里吧？对，而且圣诞节到了嘛，就说明就是新的一年也要即将开始了，大家还要继续支持我们。我也想在家里放一棵大大的圣诞树，然后我跟我弟应该能收到两个礼物。也祝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收到圣诞老人送来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谢谢大家。